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自己报告，快回来！给你们看一下背影，他的背影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来吧，姐，你出来吧，来吧，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把花一姐打在公屏上，哇，好高啊，好好看啊！来呀、啊，走来！啊，我都迷到了，真的好好看呀、啊！但这个灯光不咋好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灯光一点都不清新，知道吗？真的好好看呀，太美了！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了，反正好不好看？我挑的衣服还有姐姐好不好看？帅哥姐们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漂亮？漂亮的个打个漂亮的字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真的好漂亮！民宿的衣服，全身的套装，哇哦，把我都迷倒了，把我都迷倒了，我出汗了，我。嗯，有点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。把我真的迷到了，帅哥姐们，真的太好看了吧！我真的，这衣服太适合你了，姐姐。你看这个胸牌，真的、好适合你啊。你的眼光好，又新，所以就肯定要好看。真的好好看，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直接跟阿紫长得一模一样是吧？一样吗？一样、啊、一样吗？你去换一下吧，那你有换起来，然后我的换吗，三个姐们？让要不让妹妹也换起来吧啊！你们说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你们说行就让她去换。谢谢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。好漂亮呀，真的，这个颜值真的，三个姐们太漂亮了，这个颜值。好美，对，好美，三个姐们，赶紧拍个照，真的太美了。我都傻了，我都一直看着，真的傻了。你赶紧去换吧，你快点去换。我要去换吗，三个姐妹？我都要不要换？妹妹，你说妹妹要不要去换一下我们彝族服饰和服装？要换吧，哦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哦，真的漂亮，他们都说真的太漂亮了。谢谢谢谢。这个颜值太高了，三个姐妹。阿宝，我擦，我出汗了。有点紧张，然后我出汗了。行是吧？那好，那我去换来，让姐姐给你们直播一下，来去吧。是吗？你给我们讲一下你的经历吧，然后得。他们都说挺像的，见过了的人都说挺像的。因为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这个嘴巴有点背，然后第一次。面对这么多人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然后最近来妹妹这边也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，然后让你们也等了很久很久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家人们。是啊是啊，终于团聚了，团聚了。是的是的，挺开心的，超级开心。帅哥姐们，你们陪我姐姐聊聊天啊，因为她第一次开播，她也不知道说啥，你们都跟她聊聊天，然后我去换衣服啊，帅哥姐们快点啊，子，好的好的，嗯，快点吧，我不知道讲啥，反正挺多话说的，但是然后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，然后一下子在这个屏幕前的话，就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反正一下子就感觉那个脑子是空白的。信号又卡了吗？他们一直说卡。可能这个房子的地段有问题，所以就卡。有弟弟，有妈妈，但是就是。嗯，因为我这次回来的话有很多原因，第一是妹妹，第二是妈妈，因为我妈妈这一两年身体一直不好，
加上我妹的这些事情，然后就牵挂网络不好，没有什么。我说话还能听得，还在卡吗？我觉得也是不是卡住了，一下子又这样，一下子那样，不卡是吧？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挺紧张的，我现在都是在冒汗的。漂亮的不漂亮吧，也就过得去吧。我在广东那边，我在广东那边，我一直都在广东那里。然后今年我来来回回也跑的挺多了的，因为有的自己的家事原因，妈妈的身体，还有这次是妹妹，还有妈妈、爸爸。那我爸。不卡了是吧？不卡了就好。我的话都说的一遍，然后就跑到这边，跑到那边。我有点激动，有点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。姐姐结婚了吗？结了，结了。小孩都有了，结了，小孩都有了，但是也不是很好。自己的事情也不好，可能遗传了爸妈的，爸妈也就不好嘛。然后爸我们从小就整成这样子，然后现在的自己的也不是很好，不是很顺。我在广东做医美之类，做的好好看，你在那里做。然后还有，反正七七八八什么都弄过。以前一开始去是上班，厂里上班也上过，然后后面自己慢慢跟朋友一起学了一些美容之类的。太漂亮了，家人们，漂不漂亮？我都看呆了。阿紫妈妈不是找到了吗？是找到了，他前一段时间去看妈妈了，然后还带妈妈去看身体了，还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说打折，打折都打了一个多星期，他带去的，爱子带去的，对。然后这次我回来，因为他之前也做过一些七七八八的手术。然后一直不是很好，可能自己的婚姻没那么好，然后呢孩子们也就这样，然后可能身体就出现了很多毛病，就这样吧。现在就是我们也团聚了，阿紫也回来了，然后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，让他开心开心一下。很像吗？像不像？还好吧，反正见过我妹的，还有见过我的人都说有点像。但是具体的话应该也不是很像吧，我妹妹漂亮一点。长得挺漂亮一点，坐下来播不行，因为它这个是插着的，然后好像是不能坐下来。没事，没关系的，站着吧，站着好好一点。你看一下坐这个，坐了不知道坐到哪里去了。对，哦，我不会弄。对，有吗？
他就换衣服了，他就换衣服。像吗？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像的，都是同一个爸同一个妈生的嘛。但是我没有妹妹漂亮，妹妹挺好的，挺漂亮的。他这个网络老是说不给力，要切换网络什么的，双胞胎，我老了。是他也瘦了挺多的，挺瘦的，可能想太多了，也是。是吗？笑起来更像。哇，妹妹床上更漂亮，比我漂亮很多呀。没有。我都没有买过这种民族服装，然后今天是我第一套民族服装，是我妹妹送给我的。以前的话就是有过一套，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然后结婚的时候是全都是那种手工的，一针一线的缝的那种，然后呢没现在的那么时尚，没那么好看。然后那就过期了，那时候我十几岁，好像17岁就结婚了，按我们的习俗嘛。那时候我那个人他还在读书，他是学生，我不是学生，我是放羊妹，他是学生。然后就那时候结婚的时候车也没有啊，有好像是有，我好像是我记得是坐那个大巴车的，然后下了大巴车以后，我是那种骑马的，他们是走路的，我是骑马上去，他们是走路的。本来人家都说是女人一生当中是结婚那天是最漂亮的，我感觉我这一生当中结婚那天是最丑的，因为年龄又小，又不懂事，又不懂得打扮。妹妹啊，没有，我的话买。欢迎妹妹，什么闪亮登场？我买简单的，你醉了。嗯，欢迎妹妹，欢迎阿紫，对，欢迎阿紫，闪亮登场。我好尴尬，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穿过直播过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们都打一波欢迎，打一波欢迎。没有，挺尴尬的，我感觉。我也对，欢迎阿紫。刚刚你尴尬，我还觉得没什么，我感觉我现在我尴尬了，家人们。欢迎阿紫，闪亮登场。你看讲什么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帅哥姐妹，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头太大了。大家点个免费的赞啊、哦！是不是头太大了，帅哥姐妹？做做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点点赞。对，对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家人们，累的话就慢慢点，歇一下再点，也不要太累了。你们点赞点的，牙齿也很像是吧？牙齿比较乱，我们的牙齿都长得看不像阿紫，因为我们两个的头太大了，所以我站起来，来来，商量多少？你坐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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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着，站着，是不是家人们？看到没？哇哦，真漂亮！因为我漂亮，我的话真的，我买了就是简单一点，就是那样的话更实惠一点，知道吗？所以姐妹，你们懂的啊。为什么姐姐的就买这个，带着这个的，来看一下。好不好看？像不像？你们看，这只是他脸太大了。啊，这个墨，这个颜料。就是又矮又胖，脸又大，没有大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又太像了是吧？像吗？像不像？像吗？家人们，像吗？因为我就涂了口红，因为我。
他没有化妆，我还化了一点淡淡的妆。没有，他也没有化妆，他也就画了个口红，看得出来的，帅哥睫毛。好看是吧？像是吧？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像两位美女，像十二八摊是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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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两个的头有点大，那个镜头装不下了。站前面吧，对。妹妹太瘦了，那个脸都瘦没了。没有，姐姐很瘦。然后这个脸这么有肉。没有，她现实中更瘦，知道吗？三个睫毛，她现实中更瘦。可能我吃的比妹妹好。我是一个吃货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帅哥姐妹，谢谢。下仙女下凡了是吧？真的，姐姐真的很好看，你们看一下。哎，来，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吧。嗯，衣服也送上了，穿也穿上了，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天。我看那个妹妹打的那些字，看的眼睛挺花的。花吗？嗯。找到姐姐的花语，对的对的，家人们，对的。我们现在呢？哎呦，我发妹妹很复杂，发过来了。不用连了，现在卡不卡？不卡的问我发。要不我把头摘掉吧，家人们，我就不戴头了。我就不戴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好好聊聊天，因为我们也就是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有姐姐多幸福呀！对呀，真的有姐姐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。有姐姐也幸福，有妹妹也幸福。然后你看，像这次还让姐姐她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找我，这样那样的，真的，然后开了那么久的车，挺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我们打一波辛苦了，好不好？打一波，家人们，给阿紫打一波，给姐姐打一波辛苦了。因为从东莞那边过来应该要1-2000公里吧，她一个人开车过来的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，很辛苦很辛苦的，从很远的地方打车过来，不是开车过来。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人中不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对，辛苦姐姐了，谢谢。没有，因为我这次回来是，第一是这么多年没见到妹妹，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这么漂亮，可爱又漂亮又懂事的一个妹妹，是不是？我当然肯定也是很开心的。然后呢，第一是我特别想见她。当场想见，虽然我们视频上有说，然后微信也加上有聊，但是不一样的，在手机上是聊和见到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就立马把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整明白，我就急急忙忙的出门了，急急忙忙出门，就那天就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一点车不行了，然后就是路上一点小麻，遇到一点小麻烦，然后就耽误了2天多，差不多耽误了2天多。然后这次回来呢，第一是想来见妹妹，然后见了妹妹呢，然后一起去找爸爸，还有就是我也挺想见爸爸的，因为毕竟从小长大都比较缺了父爱吧，是吧？然后就是，然后呢，我妹跟我提了一个意见，之前我都没有想过，也有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她说我们撮合撮合一下他们两个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主意也挺不错的，我也挺开心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老妈的话，这几年可能生小孩生多了，还是压力太大了，还是干嘛了，身体不是一直很好。陆陆续续的做了一些也小手术，反正做了两三次了，然后一直不是很好。一下子说头晕眼花，一下子这样那样，所以他现在干不了活，所以放在家里给我们带小孩。带小孩也虽然带不好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带小孩挺累的，因为给我
弟和我的小孩，两个小孩，还有我妹的，然后给他带人，然后一天也挺辛苦的，超级辛苦，他身体都是这样子了，然后他还要这样把我们带小孩，但是实在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们也要生活，是不是？都要出去工作，我们都在外面工作，在外面打拼，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呢，也没有带他。有的时候他说打电话给他说他没事没事很好很好，其实他不好。上次我妹妹去找他的时候，带他去打了一个星期的吊针吧，然后那些吊针都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他跟我说是，他跟我说是好多了，然后他嘴上是经常都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他那个看着他那个脸颊超老的样子，真的越来越老的样子。挺那个的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。现在的话就是，他有可能以前的话很大的原因也是你不在身边，然后没有见到你，然后心里也是一个像个石头一样。家人们，我们要休息了哟，因为我姐她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她开了整整一两天的车，你挺辛苦的，所以呢刚刚网络也卡掉了，我怕你们担心我，所以呢就给你们发个视频，你们不要担心我们，你们早点休息，后天或者大后天我们去先去找我哥，再去找我爸爸，你们放心，不要担心我，现在我姐她回来陪我了。真的说的啥我也没什么说的了，然后我就说两句吧。简单的，这两天我在路上，很多家人们都挺关心的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，或者是怎么还没到的，私信啊、评论都挺多的。感谢家人们的关心，不用担心。今晚上家人们也不要担心了，好好睡个觉，早点休息，早睡早起。对，早睡早起，拜拜。